右手从前方给出去一个动作，带动身体。每一轮都有你，这个哈的时候，我们右手有轻轻的啊，从我们的耳边害羞的摸一下我们头发，然后左手呢，把你的左脚拉出去，然后左手轻轻放你的胯。OK， 这是我们第一段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这儿完以后呢，接下去是我们的第二段。那我们把第二段教完以后，直接两个人一起走了。来，这边完了以后啊，年少初遇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裙子拉过来。咱们刚才呢是从年少初遇，轻轻的把裙子。年少初遇，初遇的时候，双手是在中间交叠一个圈，然后右手拉出去，咱们的脚收。顶出去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上半身有个小小的 wave。年少初遇，常在我心。右手轻轻的撩头发，身体一下子向前。年少初遇，常在我心。我心，左脚先收再开。我们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连贯的，所以说呢，做的稍微快一点。年少初遇，常在我心。然后慢慢，多年不见你，多年不见你深情，这个臀部呢，其实就是对上我们的左右去拧，我们把方向对上我们斜斜。多年不见，咱们刚才不是在这儿吗？然后现在把你的头部慢慢仰起来，伴随着你的左手。多年不见你深情，你深情的时候，双手有一个擦大五花，这个大五花跟小五花的区别是小五花。大五花是五个手并做，做完以后，当我们把双手的手心都搭在我们的小手臂上，从这儿擦擦，哎，多年不见你深情，深情完了以后，臀部在这边扣一下，有一个小小的 S 弯，上拧下，先往上起，上往下拧，往下走，那我们身体像画了 S 弯一样，我们从这儿不见你深情。黑夜夜，这个黑夜夜正好卡上我们臀部。多年不见你深情，黑夜江山如画。江山如画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深情定住以后，左手带动右手，整个人的身体拉过来。江山如画，又怎能？身体往后靠，又怎能比？第一次身体是往后靠的，右腿膝盖弯曲；第二次身体往前送。怎能比你？你送我，你送我的风景，这个脚轻轻的一下勾。你送我，就直接把脑袋放在这里。And， 你送我的风景。的风景，咱们身体向后转一圈，大转一圈，然后呢，左手拎着裙子在那站着。这是我们的第二小段，那我们现在把第一段和第二段大家一起慢慢的练一遍，动作不是很难，它会有点多，大家在学的时候。
绍到副歌部分，副歌呢也有两段，我们现在也是把两段连在一起跟大家教学。来，从刚开始讲这个定型开始呢，左手轻轻的捋一下裙子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留下了邀请，这个地方大家先看一下我的胯，往你的左旁边送，咱们的左腿现在是微弯的，留下了邀，你要把你右胯拱出去，5、6、7。留下纹腰轻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手上的动作，从这儿五六七练。留下纹腰轻，大家来看，咱们的右手是慢慢的伴随着头后伸，左手从你的胸口出去，整个的身体的重心往后倒。留下纹腰，这个伸双手有个动势，先伸到位以后转一个花，两个花同时开，5、6、7练。留下纹腰，那大家看我们开花的时候伴随着。胯是一起的，5、6、7的。留下纹腰琴，摇琴的时候呢，最后一个琴字，左脚收。留下纹腰琴，完了以后，起舞合一曲，右脚有一个小小的勾，然后左手的一朵花，完了以后背下去。留下纹腰琴，起舞啊，左手伴随着右脚，起舞合一曲。合一曲的时候，双手拎着你的裙子。合一曲，头不要太大的甩，上半身腰要撑起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，5、6、7，走。留下纹腰，起舞合一曲。OK， 从这边以后，起舞合一曲，仿佛的时候，左肩点一次，仿佛应当点的时候，小腿轻轻点。仿佛引导，这个当年小脚一打完以后，我们有迅速的往后转，速度一定要快。And 仿佛引导年，当年我们转过去以后，双手还是拎着我们的裙子啊。这个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小的细节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And 仿佛引导年，翩若惊鸿，翩若惊鸿影，我们要往后走，肩膀带着我们的脚。翩若惊鸿是这种感觉，慢慢的走音，翩若惊鸿影，影的时候腿不用弯，手从你的下方中指到你的嘴唇上摸一下即可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动作。 And 留下纹腰轻，起舞合一曲，仿佛应当年，翩若惊鸿影。OK， 接下去，此生身体呢，咱们往这个有倒，往咱们的左斜上方拉，同时抬起我们的右脚，双手有一个勾，此，好，这个手一定要拉过去的，5、6、7，拉，右脚垫步转到前方，左手顺势从下方面，我们再来一次，5、6、7，提，踏步，勾完以后松。我们最后有一个重拍，要坐下去。And 此生的大谁三言两语，这边5、6、7。And 谁三言两语？语的时候，咱们要坐下去。语撩拨了情意，刚才咱们身体对向咱们右斜前方，现在要靠谁撩拨了情意这个动作啊，把右手。大谁三言两语撩拨？撩拨的时候把身体。又转到这，撩拨了情意。那我们先看一个双手，从这儿完以后，我们的右手是擦到达我们的左太阳穴这个位置，再来一次，撩的。那我们的左手呢，从刚才的这边 ，and 一定要从里往外给一下，再到你的脸颊上，5、6、7，撩。它两个手是同时进行的，从里哦，从里哒到达你的脸上。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？最后一句，双脚尖往上立，啪，留个这个动作。5、6、7，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？然后等立起来以后，慢慢的伴随下一句，谁一颦一笑，慢慢的把你的头，谁一颦一笑，身体打滚，谁一颦一笑，摇曳。摇曳的时候，双手轻轻点。摇曳了星云，了星云的时候。
六七言，柳下闻瑶琴，起舞何一曲？仿佛应当年，翩若惊鸿影。谁三言两语撩拨那情意？谁一颦一笑摇曳那星云？穿到这儿以后，我们需要两个屁，摇曳那星云。此生第一次啊，此生直接从咱们的摇曳那星云，此生的伏笔。第二次会比较大一点，此第一次蹲，第二次站起来，整个人的身体重心都是往咱们的右边去给的。摇曳那星云，此生的伏笔要快，此生的伏笔瞬间，瞬间千万里什么都没讲，变右脚，左脚。右脚，现在我用双手，左脚拉过来的时候，右手跟它一起，哒哒哒，再来一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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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下的时候，我们头稍微躺一点啊，五两七，哎，咚哒咚哒咚哒哒哒，接着往下呢，是一个往旁边走路，从这个动作直接。从哒啦哒，这个步子我们对正面走，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基本上走路。那我们现在拍的是，一步擦动擦，两小碎步，一大步两小碎步，五两七耶，咚哒啦哒哒，流向后人群，流向后人群时候拍马步，左手呢在你身前绕一朵花给出去。绕一朵花儿给出去，身体不用给太多，流向后人群。记住把马步扎好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五两七耶，咚哒哒哒，流向后人群。度一口气沉下来，流向后人群。从哒哒哒，这个站直以后啊，放身体站直，然后右脚勾，擦一个小勾，哒哒。流向后人寻。